妈，我们这大半年啊没回来了，这回来啊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看把你们俩高兴的。这不你儿媳妇怀孕了，你又要当奶奶了。太好了，你们结婚都5-6年了，儿媳妇这次终于怀上了，咱们家终于有后了。儿子媳妇儿，你们坐着，我给你煲鸡汤去。哎妈，你先坐下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儿媳妇儿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其实这个孩子吧，我是不想要的，但是你儿子呢，他非得要。这孩子要也行，除非你答应我几个条件。第一，这孩子生下来必须由你来带。我妈把我养大已经够辛苦了，我可不想因为让我妈带孩子把她累着。行，我带就我带，这闺女疼妈呀我理解。这第二嘛，生孩子的所有费用都由你来出，还有坐月子期间我要进全市最好的月子中心，我可不想因为给你们生孩子最后把我身材变形了。还有这孩子生出来以后所有的费用都由你这个当奶奶的来承担。这第三呢，我表姐生孩子她婆家可奖励了50万，我呢考虑到你们家的经济状况，你们就奖励我30万就可以了。你要是答应呢，这孩子我就生，你要是不答应呢，这孩子我就不要了。妈，你就答应了吧，你看你一个月退休金8-9千的，你一个人也花不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你这孙子可就保不住了。儿子，这原本怀孕是件好事，我也打算给你们好好的看孩子，这听你们这一说，我得好好考虑考虑。儿媳妇儿，你不是刚才提了3个问题吗？我也有些问题想问问你。儿媳妇儿，你们也结婚5-6年了，我每年过生日你们有给我过过吗？你们给我买过礼物吗？有吗？妈，你看看你又不是外人，说这些干嘛呀？我再问问你们，每年过年过节都不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，累得我腰酸背疼，那个时候你们帮过我忙吗？去年我生病住院，你们有一个人去看过我吗？你们有一个人拿过一分钱吗？没有吧。妈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有那么多，住院费就花了那么一点点钱，还用得着我们掏吗？爹弟妹，你们平时有帮过妈妈，有照顾她老人家吗？现在你们凭什么让她给你带孩子呀？就凭这个孩子是你们的吗？你们一不缺胳膊，二不缺腿的，你们是健全的人，抚养这个孩子是你们做父母应尽的义务，长大他帮你们是情分，不帮你是本分。爹，咱妈他老人家把咱们兄弟俩养大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他没有义务再帮你带孩子养孩子，这个孩子要不要你们两个自己决定，这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，没有什么应不应该，这世上呀只有对你生的和生你的负责的，其他的都得看情况。爹弟妹，你们两个人好好想想吧。